啊，头颈不舒服，啊，头颈不舒服，看着头顶上，一个一个的飞碟，啊，在上面，一连串的，就像人家的扑克牌发牌的人呢，把一串的牌呀，我那个头顶上一串的飞碟在上面，有时候还稍微绕下子方向，稍微的斜过的方向，一串的飞碟，一串的飞碟。这一串的飞碟直接连到那个外宇宙，外宇宙，直接连到外宇宙，就像那个蓝牙，蓝牙通信的是一个蓝牙传给另外一个蓝牙，这样的话把所有的那个信息，直接就连起来了，直接连起来了，这连起来一个构成了一个时光隧道，时光隧道就是一个。 就是有点像通信的通道现在看到的时光隧道就是通信的通道，就是由一串的飞碟组成的，就连到外宇宙去了，就像造了一条桥，一个连起来，一个一个连起来，但不是，这个就是中间还是有点间隔的，它是那个无线，相当于无线电信号能传过去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稍微有点间隔。 或者这样那个中继站一样的，信号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或者这里面可以传信号，也可以传物资，原来那一个接一个的飞碟，一个接一个的飞碟是有用处的，不是偶然的一个碰巧，原来是它直连到外宇宙，直连到其他的，或者直连到宇宙中心。 这样呢，就通过这个像一个管道，一个一个连起来，就像个输油管一样的，不断的把那个其他地方的东西输送过来，类似这样，这次主要输送的是文明，把宇宙的那些文明送过来，要教化我们，改造、教育、感化，我们这个宇宙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要来改变那个我们的意念，改变的意念，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是开天眼嘛，类似这个就是把其他宇宙的文明通过接力棒式的传，一个一个传过来，把那个信息，传到我们地球上来，是这么一回事，一拍以后头就不痛了，原来一直头痛，头顶上痛，现在头就不痛了，这个信息一传过来以后头就不痛了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。